说拜托啦，还我啦，一点点嘛，已经变成这种地步了，不晓得他会不会被我们打动哦。然后明天吧，就是明天，那种部落的年轻人啊，就是也是很少看到这么第一次呢，就是号召我们所有部落的年轻人要回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土地。东海岸现在啊，面临33个 BOT 案，很夸张啊！澎湖也不过一个，那么澎湖那么小一个呢，我们那边33个，我们也吓到了，怎么那么多？而且全部都在原住民，集中在原住民的部落跟原住民的土地里面。去过台东没有？花莲有，很漂亮吗？漂亮，很漂亮吗？对，就那些风景啊，你们现在去看啊，免费的，没有人跟你们收钱。但是如果真的被财团啊，被盖了饭店，或者盖了一个游戏区的，那你停车就要100块了哦。有时候便宜一点50块样，你还说啊，我赚到50块。或者是你要看风景有没有海景第一排。不好意思哦，要住饭店哦，5000块起跳。哦，现在去都免费，可是有饭店的时候，有那些停车场的时候，搞不好就不是这样了。对啊，我不晓得这样子，原住民在还我土地，大家怎么在看呢？但我们还的其实是公平公义，土地是属于土地的，不是属于任何人，人只不过是土地上的一小部分而已，谁都带不走。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，然后我自己在我的表演或者是我的粉丝页啊、官网都会放出这样的消息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联署，好不好？就帮忙。好，拜托啦！好，其实我今天有带布条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你们帮我绑一绑，然后拍一张照，然后再还给我，因为我们预算有限，还要带我去部落给我们部落的人绑啊。然后最近还有一些很可爱的朋友，他们也不是原住民，就是他们又做了一些很可爱的酷卡这样，然后就是希望有很多朋友来支持啊，包括一些艺文界的朋友，他们也开始串联，有一个叫东保护东海岸的一个活动啊。活动就有 Lady 哥，还有李宗盛大哥、李烈姐，还有那个像金融业的、像公共业的，还有那个严长寿老师、严长寿总裁这样，连阿妹都来联署，张震岳、阿令都有，就很多艺文界还有朋友他们一起来联署这样。但我们明天要做的是我们自己部落发起的，算是也是算是第一个这样。很多部落的年轻人到外地工作啊，就是要请假很难啊，而且大部分都做工厂有时候现在加班不太容易请假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辛苦了。我很想要回去啊，但我觉得我应该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跟更多的朋友来就是来一起怎么讲，为这事情努力，希望你们有听进去一样啊。没有土地，哪来的森林，对不对？我们只不过是小小的森林系歌手。好，带来这首歌，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，轻易的说。